没有错，我就是躺着160公分的舅舅安，我就是站着153的舅舅乐，差不多了吧？你根本没有比，是不是？没有错，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舅舅 in the house， 我也 in the house， 我们今天就是来抽舅舅的，反手舅舅的一番，舅舅是哪我？你知道为什么我选他了吗？因为我觉得主题正太适合。我觉得我随便做什么动作都是舅舅。来，我们开始抽啊！对，你要我们要有通关密码。通关密码有这种东西吗？我不抽啊！你抽5张。我抽5张，这么多。对，5张。那我抽几张呢？今天要抽个20张。这两张是我的。好，你要把它放回去。那我要抽几张？我抽2张。2张。我们验一张。旁边，你松动。你知道今天这个是谁吗？最美丽的拉贝。拉。那我们先从湖边的5张开始，好不好？湖边来开。自己开啊。下好离手开。哎呦，这不错。这是啥？哦。C 场是什么？哦。好 ，C 场。不错。拉拉拉拉。你一说一场推荐，他立马来。没关系，你还有3张，老大在说。对你还有3张，对你还有三张。要拍年历喽。真的吗？对。假的吧？真的啦。都可以抽不到。哎呦，哎，通常这样说。狙。哇，你很狙呢。狙的。我第一次抽，第一次怎么打开嘞？哎，这多了。为什么连你是女生都可以这样玩？一。超狙是怎么开的？对啊，狙好多。哈，怎么是狙对不对？真的，狙狙狙，真的完蛋。餐边。小了吧？这个快就要拍完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咦，班长，摄影机。拉拉那边。鸡哇！哎，阿乐抽2张。好，3只手。从你的开始抽，我的吗？你的开始开。阿乐，我要抽个 A 啊。F， 啊 ，G， 看我啦，好，也是 G 吗？这假的？不是吧？你是在演。C 场。哦。第二只。好的。B 场。哦。B 是什么？啊！可是这次最大就只有这个 C 耶，哎，倒出来，要用上次的招吗？不确定可不可以用。瞎子摸象那一招。哎，这脱了什么意义呀？好兴奋啊！好兴奋啊！奶，我抽吗？你再抽一张。你那是腿软吗？我尿急抖了一下而已啊！啊，我都超烂的哎！第一人称视角抽一番爽，这样会比较爽吗？因为我可以抱着枕边。哎呀，好紧张啊！腿超大了，你不要看了。你在装逼嘛？在装逼啊！装逼！你干嘛在咬我？江峰，就是这个人，一直说我在霸凌他，他有看到他刚刚要打我的感觉吗？好痛！哇，那我们不用开了，对，不用开了，省下来，省下来，终于抽到！耶，糟糕！老板，我就是公司最省钱的那个人了，最大的 A 赏舅舅阿乐公仔。比3下，太快速了！他刚很兴奋的，哎，警察没过来耶！对，没有错，戴着黑色帽子、灰色上衣、牛仔裤，上面还是一个 NY 什么的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衣裳好了。好，我们抽了2个衣裳，一个是紫色、蓝色胶，什么？我不懂哇。蓝，然后呢，它的画风非常非常的
少男漫画，他是更热血的那一种。一赏，我们就替大家拿两个，就这一次的魔王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这一次的魔王，然后我觉得再拿一个有少女的。好，好不好？这个是 F 赏，然后我们有三个，我们抽了三个。那我介绍一下各款好了。好，一个是超梦系列的啾啾人，油头版，男侧面，行耶行耶。阿基斯男侧面，这是我们的 G 赏，慢慢的，然后它就是吊饰啦，其实它那个好可爱哦，我觉得苏挡怪，它这个材质不错。而且它就是有一种纸雕的感觉，嗯，有。现在是第一场时间，滴，我们就不猜了啦，这个都抽给网友。这好可爱哦，这个真的蛮可爱的。对，对，它是拿名片的啦。还有这只是一场，其实我们也只有 B 没抽到。对，我们只差 B 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那个坏人的其中一个模式，他的一招，这个蛮酷的。我觉得你的语气，对对对，语气中充满了爱。爱吗？来了来了，这是最后一首。哦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颜色不一样。嗯，这就是叫一色版。我没有什么好看的啦，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啦，真的没有啦，真的没有啦。这个项链很漂亮，这个不错。我没有遇过这么愿意被拍的，而且它这个裤裆我很喜欢哎。啊，这不能啊，我一直拉片。它不能换动作吗？太难过了。它做的非常的细。嗯，他做的非常的细。你再说一次，他是坏人的替身，叫什么名字 ？Killer Queen。好啦，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啊。什么意思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一样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就会抽中我们今天为大家抽到的啾啾阿曼尼。阿曼尼，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我们会抽出5到10名的幸运儿，5到10，不确定，5到10，看小编。好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记得订阅我们优秀频道，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啦。可以耶，硕，亲我。什么意思？硕。什么意思？硕。什么意思？爸爸彼此吗？那什么意思？他在那边玩这一只啾啾阿曼尼，他说太幸运了，太幸运了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。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很爱就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难为我对抗啾啾的心，为啾啾淋的雨，也太啾啾吗？这个感想。